吃到了。媳妇儿，又来了一套啊！上次我就以为里面有啥到底，结果啥没有，这边又来套路我来了。里面啥没有啊？这不是？哎，别吃吧，我吃哥们儿，耳朵好吃，里面还有蛋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你看里面有蛋，你看。Thank you.
吃一口吧。那你可别
老公，吃饱了？吃饱了。那你可看好了。